才刚刚开幕的瑞穗快乐休闲农场，连假最后一天是涌现了大批的人潮。快乐休闲农园位在花东纵谷南区的瑞穗乡，温泉和花莲特有的自然环境融合，再生能源以及当地温泉，用心植栽有机的农业，吸引了许多人在连假期间造访。在刚刚开幕的瑞穗快乐休闲农场，连假的最后一天涌现大批人潮。快乐休闲农场是位在花东纵谷南区瑞穗乡温泉，与花莲特有自然环境融合再生能源和当地温泉，用心栽培有机农业。完整结合放松、度假、休闲、农村体验、品茗聚会，精心规划，满足一家老小好友聚会的需求与享受，更充分运用在地农作物，备有各式的有机食物。园区内还有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各式盆栽，季节性的花草果树供予参观。花季来临，更有百花争艳的奇观。园区贴心设有花东必选的伴手礼，有远近驰名的牛轧糖、凤梨酥、瑞穗当季水果等等各项名产供游客来选购。记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。